语文老师说，宁愿错过也不留空白。数学老师说，过程错了结果也就错了。英语老师说，第三人称是单数。生物老师说，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连人心都是偏左的。地理老师说，世界那么大，遇见你不容易。体育老师说，同样的起跑线你却追不上它。历史老师说，过去的都是历史，回不去的。